你跟我俩一样，你有俩小孩，你长得是这样，你挺好的。我这个小孩，你那一点你就一点多呀，多啊，上面有吗？就上面没长，你看两滴都是。那两边长成白花花。两滴，两滴的，一滴。我这头脑，我家里都有，以前是老看你，你这两边长好像是肾阴虚。是吧？嗯。不是吧？你调理啊？你把它看中医，把它药吃上。好了，反正这会不会长出来？真的能那么好？压力那个那个刺激。他那个头顶上长的那个张口腕，我刚开始不懂，我都搞不过来。开药不好，开药的话以后会有后遗症，比如说流眼泪啊，不好。以前有过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个不好。而且你的眼睛，你老这个地方弄出来的话，开的话也。